上一支的影片，今天来到的第二家餐厅就是中一排骨台北分店。好，한국어다。谢谢。那一个排骨饭，再加一个鸡腿饭。好，那你下面这个小菜。一个泡菜，虾卷，还有马铃薯，然后虾仁卷，豆腐，豆腐也要加。OK， 谢谢。哇，分量几多？我们讲的。那个。这边真的气氛很特别，蛮独特的。问了一下老板娘，然后她说辣度是要自己调，所以她待会会把辣椒带回来，我们自己放一放。你们要辣椒吗？要。谢谢。欢迎这个名店。哇。哇。主餐还没有上哦。刚才说没有问题。请问你给收不了？有的。밥두개랑새우랑두부랑파우차이시켰죠근데밥에그게나와야지아진짜신기하다파이고랑그거잖아这上面的调料真的蛮好吃的，这排骨真的很特别，主要是这个，叫金鸡的黑道。中간느낌지만오그거사서쓰나꺼가죽매운거잔뜩섞어서위에파이구올려봤어한국인이라면라자오장은진짜맛있는거를추천해요. 여기서 약간
된장만나그래서너무맛있어많이넣어하나도안넣어그러니까여기삶은양배추도들어있어서그런지쌈밥먹는느낌진짜맛있다其实我不太习惯吃这种味道的饭，有一点点的那种韩国人吃不习惯的味道。没有吗？饭里面有，但是你辣椒酱也多，你可能吃不了。甜酱吧。餐厅的气氛真的蛮独特的，不知道这里是咖啡厅还是餐厅，真的分不清宿舍。그리고뭔가대만에서이런분위기의집에처음와서그런지너무신선하고좋아해외여행온느낌이야然后我特别喜欢这家餐厅的原因之一就是。室内温度刚好，也没有很冷，也没有很热的感觉，真的是刚好的感觉。基本上这边的菜都偏油腻，所以他们会提供这种酸黄瓜，还有这个酸菜，这个是酸萝卜吧，应该是腌制的那种。所以可以吃这些东西解油腻的那种。这是虾仁卷，蘸在黄芥末吃一口。这个虾仁卷如果里面的内馅再热一点就更好了。对，现在都亮了。나오자마자먹었으니대박이었겠다我怎么感觉很久以前的台湾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是吧？对。啊，1980、90。年代的那种复古的那种风格，这个可以吃吗？最后一个，我这点可乐。华裔是吧？你会因为你中文讲得很好。啊，流水我。我有吃，我吃了。我怎么吃的？龙泡茶，给我吃到。冰块要。哇，这些菜合你胃口？主餐都可以。맛있어，이거맛있어，파이구맛있고，치즈이맛있고，새우맛있어。밥은약간뚜리니느끼기에는고소한냄새가나서싫어할수도있을것같은데
吃。啊？我想吃。你想吃？在宜兰吃果冻。嗯。点心。点心？什么点心？包里面有 cosplay 的。包里面有 cosplay 的。母鸡啊，车轮饼。哦，车轮饼里面奶油口味的那个。哦，啊，我们待会去找一家吧，应该附近有一家卖车轮饼的。I've seen a lot of change,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But all will be okay.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